你说手机为什么卖这么贵啊？光这个表都大半小时，人也在那看了，因为一个表出来大半小时。贵贵的是表。对，贵的是功夫哈，人工现在值钱。你这刻，你说这个刻上机上注释也刻得多长时间？咔一下吧。人们做苹果都这样，刻个表，个性化的弄上。这一个500，对，四五百嘛。再个性化的弄的全都是1000。